你派你的手下刺杀我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跟你呢，却这么有闲情逸致在这泡茶，你是真伤了我方二的心了。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？你们都给我记住，如果其他将领们问起我为什么死在戴局长的官邸，你们一定要替戴局长鸣不平。 要向所有的人证明，戴局长根本就没有时间搭理我，他的时间就是在泡茶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这么多年，您没功劳也有苦劳啊，戴局长肯定会为您做主的。我说方哈尔，你好歹是个军长，怎么学街头的泼皮使这无赖的手段啊？ 我是无赖，我是不是无赖？你去问问蒋委员长是什么呀？啊！李成呢？来不及了，估计李成现在就到局长办公室了。是。 局长，李晨到了。好，方局长，你不是要找李晨吗？正好，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大哥，刚才文兄没把李晨拦住，咱们现在是白娘子和熊王九要现原形了。 真的是你吗，哥？啊，你真的是特务吗？平儿，这件事哥慢慢再给你解释。你别跟我解释，你跟咱爹解释去，你跟咱们李家村死去的老老小小解释去，你就告诉他们，你为什么忘恩负义，为什么陷害咱们的救命恩人？你说。平儿，别跟这种败类说话。
李成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陷害！方局长，你救了我们李家村和平儿的命，我李成永世难忘，情愿肝脑涂地，但忠孝不能两全。即使是我的亲生父亲，只要有损党国的利益，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。你放屁！ 口口声声为了党国的利益，把方哈儿出山抗日，难道有损党国的利益了吗？有损党国的利益的人，就是你们这帮跳梁小丑这帮败类！现在老子就要清理门户，我先毙了你！大哥，大哥，不行，大哥，你必须杀死那个败类！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大哥。 方局长，戏演够了吗？如果演够了的话，也该让李成说话。大哥，这不是李成啊，人呢？假的，真的跑了。戴局长，今天。 我希望你们拿出证据，你们要拿去证据，我还则罢了；如果拿不出证据，可别怪我方哈无情。方局长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再好好找找。 别着急，啊，慢慢找来。我有的是时间。合同让戴局长再把这茶水给我续了，我就在这等。我倒要看看哪里对不起党国。曲座，刚才方军长派人追击我，一定是打斗的过程中他们通共的证据掉了。编，接着编。 正是，跑了！你们两个人追一个人能让他跑了？他个高啊，那腿比我都长。我说文秀，你知道人家腿长，你还带个矮子来？你怎么不带黄子来啊？你闭嘴吧！让去叫兵去。什么时候了？我们都快打成筛子了，你才来？我也是跑着来的呀，我腿也没多长。我这一眼没照顾到，捅出这么大个漏子来，我也不可能所有事都照顾吧？ 说你们话呢？我希望你把嘴闭上，再多说一句，我要你躺在他旁边。什么意思？啊，你还敢打我呀？揍你这！别，干嘛这是？老子，你把他拦住了啊！我去冷静冷静。不是，大哥，咱们还得赶紧过去，万一大哥有危险，还能多几个帮手。现在就这样，老二，走，我来。 都快了，都快了！快走！来，干嘛？戴局长，你对你说出的话可要负责任呐。嗯。方局长，你身边的所有人，我都有他们的资料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这个六地码头。 应该是飞贼出身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刚才撕扯李成是为什么，因为李成身上的东西
跑到了你身上，戴局长，你为了忠孝党国，我可以配合你搜身，但是在搜我身之前，我有一句话要说：如果你搜得出来，今天我方孩认栽；你要搜不出来的话，戴局长的乌纱帽有可能不保啊！ 站住！老子怕你把栽赃的证据放到我的身上，我自己。我把证人叫来。这两个女的也要死。站！戴洁民，过分！放开！你害怕？放手，让他们死。 你来干啥呢？快脱呀！戴局长等着看呢。脱裤子。 报告，局座，事已至此，我也无话可说，任凭局座发落。戴局长，该搜的也搜了，该查的也查了，该看的、不该看的你也都看了，给个交代吧。你居然派人 到八十八军军长的家，而且还要刺杀他，而且还让我这个中将脱得一丝不挂站在你的面前。你知道八十八军的前缀是什么？是国民，是革命。老子为国为民抗日何罪之有？我知道你戴局长忠心党国，你要查。 你最好去查查那些发国难财的党国巨贪们，去查一查，看看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。我该坐在你的办公室里查我的身体。事情已经让你做绝了，你下一步怎么办？你去跟蒋院长说，如果不给我个交代的话，老子不干！ 大哥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哥哥真的不是个坏人。
小的，小的呀、啊！小航，你要干嘛？啊，主公，我是想问你，我钱蛤蟆虽然是神机妙算，啊，我也晓得主公你啊能够化险为夷，而且可以把那个戴建明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但是我随便怎么想，新四军的药品清单呐、啊，你到底是怎么让它消失的嘛？是啊，大哥，我们这衣服都脱光了，什么也没搜出来。 你藏哪儿了你？哎，啊！往哪儿看呢？你们猜一猜，我把这药品清单藏哪儿了？咱们这非得往后看呢？哎，主公，你是啥子时候把它？ 方哈尔的无赖作风，一定会死咬着我们不放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求助一个人。是谁？董木偶。啊，二啊，叫二次出川。 啊，怎么样，写的？主公这个“二”字啊，那个写的真是那个行云流水，里透纸背哦，是吗？虽然只是简单的两笔啊，啊，却把这个字的神韵，那是表达的是酣畅淋漓啊，完美无缺，奇才！我告诉你啊，老子就是没上学，老子要念书。 肯定能考上状元。你说我要是考上状元了，那些什么文人呐、啊、什么墨客呀、啊，还有他们什么事儿、啊？哎呀，老子现在有钱了，有钱了，重镇八十八军就得提到日程上来。老钱呢？嗯，你马上给老子招兵买马，把那些身强力壮一定要招到咱们的队伍上来。老子要二次出川，痛打小鬼子。得力。 我马上都去操办。嗯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主公那都是占全了的了。再加上我这个神机妙算的钱蛤蟆辅佐，那主公这一回那肯定都是马到功成了。<笑>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好像是夸你的吧？这个我其实主要是夸你，我顺便夸夸自己。 大哥，不好了，二少爷来了！啊，快快快！哎呀，哎呀！别装了，求你！周乃馨没来。啊！二少爷，来来来，进里边，进里边。是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的啊？你还装？ 我来为什么你不知道吗？哎，动作快一点！你没看这花都快蔫了。铃铛，你去后院给我看看兰花去啊。对，铃铛姐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二老。
我这衣服坏了，帮我缝一下。我来吧，六哥。干什么？让你碰了吗？别让他碰了啊！六哥，六，啊，文秀哥，老六，你在杵着干什么呀？啊，赶紧走吧，赶紧，这不走着呢吗？你急什么呀？哎，等会儿你们都干什么呢？你们？ 是龙儿还是瞎了？没听见平儿跟你们说话呀？什么态度啊？是，平儿她哥是犯事儿了，那也不是平儿的错呀。以后平儿就留在我府里了，我认平儿做妹妹，所以你们几个都不许欺负她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啊？不让你缝，你就真不缝了？赶紧！ 回头啊，亲自把衣服给了兄弟们，兄弟们搞好关系啊！哎，行了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回屋缝衣服去。是夫人。想必是戴局长。二少爷，这都是戴建平他惹的祸，您给擦屁股合适吗？ 要不是他找上我们家老头子，我才懒得管这事儿。不过，这敲竹杠的事儿，我还是很喜欢做的。我跟您说，这戴建民太不像话了，他不但派人到我家来监守，而且在他军统局把我们哥几个衣服都脱了吧，去捂死在。脱光了检查，我方孩儿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让男人这么仔仔细细的给看过。 所以说，老子这回不狠狠地敲他一竹杠，我方家祖宗八辈都不能答应。这么对我的小宝贝儿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放的。那就谢谢二少爷了。你知道我对你的好就行了。说吧，想怎么办的？您还记得昨天我跟您说过要求您一件事儿？我八十八军马上就要出川了，需要大宗的药品。 这个药品买卖的证明，必须得戴局长帮我办。哎，多大的事儿啊！允呢？第二，就是买药的钱，必须让他戴建民出。这多大的事儿啊！这叫讲道理，不叫敲竹杠。不是，那姑奶奶您别着急啊，这第三嘛。 必须要求他戴局长包赔我的精神损失费。嗯，你看啊，我呢这个精神上、皮肉上受点委屈，这都无所谓。关键是他弄得我心神不宁，都没有时间呢陪二少爷您出去玩耍。每当想到这件事的时候，我的心特别不好受。 难得你有这份心思，说吧，你要多少？那就按买药钱的5倍。什么？我在你眼里就值这个钱？不是二少爷，我关键我怕我要多了，他戴建民承受不起呀。这有什么好怕的？他要不给，我就送他一个枪。二少爷啊！ 办事说话，就是有魄力。那您说应该要多少？10倍，不能少。看看，姑奶奶呀，在敲竹杠这方面，就是比您侄孙子强啊。那依着我，咱这么办，在买药这个钱上，咱再乘上50倍，到时候咱们俩二姨添作，那一半。 算我孝敬您的，也算您的跑腿费。如果戴建民这三项有一项不答应，我就上老蒋那儿，我给他撒泼打滚儿。这个世界上呢，最难办的就是你不敢开价，只要你开价，就不怕那个姓戴的不给。你准备好人，等着拿钱。对了，二少爷，有一件事情也不知道我方孩儿当讲不当讲。昨天深夜，我到戴建民那儿。 发现周乃兴也在那里，想必他俩关系不一般。
在这乱世之中，还希望二少爷多多提防这个人。这个周乃星，每天鬼鬼祟祟的。好，多谢大侄孙了，我心里有数了。你们，二少爷不送。大哥，嗯，你就这样放过那个戴建民？依着你怎么办？嗯，戴建民之所以能这样搞我，说明老蒋给他做后盾。你说我要继续给他难堪，那不等于跟我自己作对吗？干脆我就狠狠地敲他一竹杠，让他知道老子的厉害。嗯，大智若愚，大智若愚哟、哦，主公真是高明啊。但是有个事情，我不晓得当讲不当讲。你是说平儿吧？这个孩子太单纯了。你说我给他留下来，搞不好这个李成和戴建民还要继续利用。把他撵走的话呢，他在重庆无依无靠啊。这个情和理，你说让我方憨怎么办呢？军师，你有什么主意吗？这个算了，还是我自己解决吧。这个想办法你要给我时间噻，你，哎，司令，不好了，方孩没死。你说什么？今天早上我去方府打听方孩出殡时间，方府跟平常一样，连白孝都没挂，方孩根本就没死啊！胡说八道，内应说了，亲自杀死了方孩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绝对不会错，昨晚宴会上确实死了人，但不是方孩，肯定是内应杀错人了。吴二黑呀，吴二黑，老子饶不了你！二少爷。二少爷，出去！二少爷，听我说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是我爹的秘书，大半夜不在府上，跑去和戴建民还有军统秘密，你还狡辩？二少爷，真的不是这样。你再说一句好嘴，一枪毙了你！你们记着，不要再让这个人进广府一步。二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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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不是这样！二少爷，冤枉啊！二少爷，军师，现在周乃兄的军队身份暴露，董老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们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董老是聪明人，他不会不知道是谁下的命。他跟委员长的事，要让他们自己解决。这个方哈，周乃兄本来已经逐步赢得二少爷的好感，这下前功尽弃了。何止，他不但揭穿了周乃兄的身份。还跑过来问我要50000块钱大洋的赔偿费。50000？他方浩是不是想钱想疯了？他干嘛不直接去抢？局总，这钱我们不能给啊。给，不但要给，而且还要孝着。不过这方浩让我不痛快，我也要给他扎根。不如直接把他给做了，省得夜长梦多。那倒不必。之前李成提到一个人叫白旗，这个白旗原来是川军，他跟方浩尔势不两立，现在已经投靠了日伪，此番潜入重庆刺杀方浩尔，想必孙小玉害的事也是他们干的。日伪竟然跑到重庆来，局长，交给我抓人。还有，既然白旗要刺杀他，好啊，
得手之后，我们再除掉白起，这叫一箭双雕。是。对了，李成最近怎么样？我已经把他逐出军统了，看在他忠心的份上，给了他一笔安家费，让他去做些小生意。虽然是一员虎将，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。他如果安分守己还好。 如果他要把军统的事情招摇出去的话，就按照家法从事吧。是。嗯，秦叔。 药品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准备好了，刘团长，你先喝点水吧。哎呀，我不渴，战士们都等着这批药品呢，你带我去看看吧。不急，啊，我的意思是，药品都已经在仓库了，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我觉得，哎，现在赶紧的，带我去看看。 啊，那个星竹妹妹，是我呀，吴二黑呀。你来干什么呀？啊，我刚才看见有个黑影进你屋了，我怕你有危险啊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别骗我了，我刚才看见有人进去了。你可千万别做什么傻事儿啊！吴二黑，我告诉你啊，别在这胡搅蛮缠的。你要是还这样的话，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。星竹妹妹，我知道。 你喜欢马通，但是马通有什么呀？他不就是嘴皮子利索吗？他那是哄你开心的。你个千万别伤了他的脏啊！团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吗？我想的什么样？星竹妹妹，你快把门打开，要不然我可喊人了啊！我要喊人，让别人知道了这可丢人。你看不看门？你看，你玩儿还有干什么？玩儿还。 好，刚才往哪儿跑？站住，马腾！戴团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什么也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不过你放心吧，今天我所有的事情不会对任何人讲。哎，别挨了，赶紧的，咱们去清点药品吧。 站住！马腾，我看见你了，你别跑了！马腾，站住！站住！跑啊！啊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？赵成柱，怎么会是你？司令让你去的。我姐夫？对呀。 真没想到，方军长啊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药，真是太谢谢他了。不用客气，方叔叔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尽早出发吧。哎，回去啊，跟方军长说一声，虽然现在呢是国共合作时期，但是，他做这件事情，我怕被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，尤其那个白起，我听说他也在重庆，让方军长一定要小心一点。放心吧，这是在重庆，白起没那么容易得手的。我觉得还是小心点为妙。 那我回去了。我送你。白七在重庆，我不放心，我送送你。走。吴二黑，你小子耍我是不是？没有，姐夫。没有，我们怎么能杀仇人呢？姐夫，我告诉他的是戴白面具的那个人。 他偏偏不找那个，他找错了。为什么不早告诉他？姐夫，那个环境我怎么过去跟他说呀？还在这狡辩是不是？啊！我胆子就芝麻那么大一点，我怎么敢骗你啊？谅你也不看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方二家是怎么布控，有多少人？方二家，姐夫，你还有啥方法？哪那么多废话呀？快给我说。
房哈尔加，房哈尔加，啊，房哈尔加有好多人呢。他胆小，他找了几十，100多个人保护他。看上去不知道他们是保护的人，其实他们就是，他们特别多的。小子，还在这给我撒谎是吧？啊？难道方二家是收容所？有100多人在那守着。姐夫，我没骗你啊。他家的厨子、车夫、管家、丫鬟，还有老妈子，那些人都身怀绝技，也都会武功的保护方哈尔呢。姐夫，方哈尔布了一张网，就等你往里跳啊。你已经暴露了。方哈尔悬赏1000个大洋，要你的人头啊。88军，袍哥，社会的3教9流都在找你啊。姐夫，要我说，你还是躲一躲吧。我不希望我姐守寡呀。说什么？谁守寡？你想是吓唬我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没吓唬你，戴建民派来的人都没管用。怎么？戴建民跟方哈尔也有仇？方哈尔身边有一丫鬟叫平儿，戴建民派他的哥哥李成给方哈尔做保镖，其实是卧底，最后也是暴露了呀。滚吧，站长。我二黑，我可跟你说，你老娘跟你姐在我这好着呢啊，都好着呢啊。谢谢姐夫照顾，我知道怎么做。滚吧。李成，好啊，那老子就给他来一个借力打力。宝贝，到了啊，快点，宝贝，快点，来，快点，那个拿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给你了，走了，我王哥，王大佐，宝贝，那宝贝呢？宝贝，宝贝。快点，快！老魏，看你的，甭他妈给我废话，老魏。是，慢走啊，大爷。哎，这好，这好，这也不错啊。不费啊，好不费啊，不费，别交了啊。干什么干？保护费。嘿。党国给你们发粮发饷，你们就这么欺负老百姓？嗯，癞蛤蟆扎根鸡毛，装什么大野狼？松手！星珠，我天哪，吓我一跳！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就想知道一件事，昨天晚上到底是谁啊？不是，我说你有完没完了？其实你要真告诉我是马通也就算了，毕竟我了解他，要是外人我可接受不了。我可跟你说好了啊，昨天晚上的事儿你跟谁也不许说。我肯定不会说，但是星竹你要知道，我扒在门那听到里面的声音，我心里这个难受。你要不说这个我还好，我警告你啊，吴二黑，以后晚上别扒我门。吴二黑，
你半夜爬星竹门，你想干什么你？你想干什么你？星竹，我告诉你，他现在欺负你了是不是？你告诉我，我下班就弄死他。哎，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病？明天就要出川抗日了，两个人一点正事都没。你跟我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星竹房间，星竹不让我说。说，昨天晚上星竹房间，你也知道星竹房间跟别人房间不一样。哎，你看他那屋有门。我黑，我抓了就把你胡子都薅光。请问阁下是？樱花勋章，你是军统的人。